酒还需适度，并且要务必等到成年之后哦。嗯，最近似乎总能看到你的身影，我或许有了些新的灵感。若不断打磨自身光芒，那么它终将照亮周遭，有鸟儿们歌唱的清晨，真是个美妙的时代啊。嗯，我是不是该换身衣服去参加艾丽举办的晚会呢？要不要趁着月色陪我小酌一杯？我有无酒精特调。这上面是你一生的全部，我在其中也占有很大的篇幅呢。你在看着我时心里会想这些吗？任何思绪我都一清二楚哦。是吗？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不再需要从绝望中寻求救赎。是啊，这些手的确也可以有更多用途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虽然很容易就能探知，但我愿意听你再多谈谈自己的事。